好热哦，好热哦，今年夏天是怎么了？对啊，哦，如果现在有冰淇淋吃的话，该有多好！真的。对啊，要不要试试我的冰淇淋呢？可以试试看看哦，这个是香蕉口味的冰淇淋哦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跟老天爷沟通呢？原来你就是阿拉丁神灯。是我。可以试试看看。更多更好吃的冰淇淋可以让你品尝哦。好啊，好冰淇淋哦。啊！哇！我抢得欢迎我们耶！我觉得我好像刘德华哦。欢迎大家来吃冰。今天特地为你们介绍一款经典口味的冰淇淋哦，它是用铁观音茶口味的冰淇淋去制成的，就是爱找茶这个口味，它里面会帮你加入了桂花酿、南瓜子跟葡萄干，会有不同的配料在里面。铁观音，那铁观音茶这个口味呢，只有木栅才有生产这个茶种哦。哇，这个就是铁观音，对，铁观音茶冰淇淋做的。天哪，可是刚刚看那个他们那个炒冰那个过程好像蛮有趣的。对啊，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呢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哦，好多种哦。来，你想要什么口味呢？我这么 man 当然是选粉红色咯。好啊。好的，我帮你挖的是草莓冰淇淋哦。哇，你看冰淇淋看起来好柔软哦。有没有什么叫浓醇香？就是这一球了嘛。来，那我们这边请。啊，好。好，我们会把冰淇淋放在这个负九度 C 的石头上面。负九度 C 哦。哦，所以这是石头哦。对，它是负九度 C 的花岗岩。那您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配料哦。原来 Oreo 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我一下哦。哇，那这个是海绵蛋糕。海绵蛋糕最好吃了，海绵蛋糕对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这个。这个是草莓蓝莓复合莓。我想选草莓。草莓，女孩子最爱吃草莓了。草莓，草莓啊，好。好棒哦。这些食材都好 man 哦，怎么搞的？来，会骑车吗？摩托车？啊，会耶。会，来，我们就这样子拿，切下去。切下去。来，我帮你。哦。你看哦，这样，这样。哇。哦，是这样哦，要把它弄碎啊。弄碎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要试试看吗？哦。我们眷村子弟没有这样玩过食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在店里头，当然也有客制化的冰淇淋。依照自己的喜好搭配不同的食材，就像我们主持人选择的草莓冰淇淋配上海绵蛋糕，完成独一无二的冰淇淋口味哦。哇，你的冰淇淋就这样完成了。来，这边有汤匙。爸，我注意了，我会做草冰淇淋。来，这是您的冰淇淋哦，可以试试看。谢谢。哇，摄影师感觉 man man。谢谢，这是干嘛配合他？哇，这个我们先吃不对了嘛， Lady first， 当然是我们那个女孩子先吃嘛。可是这个好大一份哦，我吃不下哎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也有这种儿童系列。哇，你真的好紧哦，儿童系列很好啊。儿童系列它有不同的口味，然后加不同的配料。儿童系列看起来好可爱，它分量稍微少一点点，但是很适合一个小朋友吃哦。好可爱哦，那我要选一个QQ 棉花糖好了。QQ 棉花糖吗？好啊，它是我们很受欢迎的棉花糖冰淇淋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可爱哦。你看了上面那个小熊软糖啊，小朋友一定很喜欢，很适合你这个少女心。非常适合我啊，我虽然有少女的外表，但是内心住着一位孩童，非常适合我哦。少女的外表，对啊，内心住的又是孩童。我的话试试吗？好，想让我玩。嗯，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棉花糖什么？真的有棉花糖？真的有棉花糖的口味在里面，小朋友一定会爱这个。而且它棉花糖口味又不会太甜，非常适合小朋友吃哦。是，哎呦，这个接下来又是我这个玉树临风、草莓牌的这个我这个特调的这个。赶快来介绍口感吧。草莓口味嘛，啊、哦，草莓口味，再加上 Oreo， 还有这个海绵蛋糕。自制的。嗯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搭配的很好。因为它是草莓蛋糕哈，哎呦，
面还吃得到果粒哦。果粒哦，草莓那个果粒，然后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嗯嗯。那酸酸的，那再配上呢，我们这个 Oreo 的这个饼干啊，哈，就有甜甜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吃完以后居然还有海绵蛋糕的那个绵密。哇，你应该来这边打工。我觉得我搭配真是天衣无缝。对啊。怎么打工了？我应该来当店长。店长是不是？除了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之外，店内还提供冰淇淋蛋糕。不论是小熊图样或是礼物包装，都让人在视觉与味觉上双层大满足哦。